这个世界上仍有一些势力啊，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。他们动辄搬出规则、人权、民主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对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抹黑和围堵。对此，我们不能妥协，不能退却，而要迎面而上，针锋相对，和大多数国家一起捍卫公平正义，维护人间正道。